Hello， 我是小美子，今天就想跟大家有一個很極速的好物分享，就是我手上的這個噠噠，它是什麼呢？它就是一個香薰機。為什麼我會購入這個說它是好物的呢？因為呢有段故事，就是因為前有一陣子我失眠，然後呢我就發覺到、哦、原來薰衣草呢是有一種鎮靜的作用的，它可以令到你很舒服一點去入眠的。跟住我又有一天行街，咁我就發覺到雖然我不是達文西 fans 啦，但是我聞到一些香氣咧，我都會被佢即係吸引住嘅。跟住我就係啦，就係、是、俾呢個香薰機咧嗰、那個香味咧就吸引到我。咁我就行過去啦，跟住我就見到哦，原來咧係有呢個香，即係有呢、這個薰衣草嘅精油喎、哦。咁跟住我就，咁咧我就要明白到，可能佢就係幫到我嘅嘢啦。咁跟住咧我就再去睇啦。咁原來咧，哇，係可以有一啲 formula， 即係有配方俾你咧，就去幫你解決失眠的問題喎。咁原來咧，薰衣草啊，再配依蘭，再配甜橙嘅話咧，咁你滴咗呢三種嘅精油落去呢個香薰機嗰度咧，咁就可以解決到你失眠嘅問題噶啦。咁咧，我如果再跳出嚟去睇啦，就獨立睇每一個精油。咁我發覺咧，好多 product 都有茶樹嘅成分喺度啦。咁我就睇下究竟茶樹咧係有咩作用啦。茶樹咧原來咧佢可以除咗預防感冒之外咧，佢亦都可以改善你嗰、那個氣管啦，佢可以改善你氣管啦，亦都可以改善你個鼻竇炎等等嘅，即係佢有好多種唔同嘅功效嘅。咁所以咧我就想分享嘅係乜嘢咧？就係話其實原來香薰油咧係可以幫到大家好多唔同嘅東西嘅，即係譬如你可以甚至改善記憶力，我都見過係可以有啲咁嘅即係有啲精油都係有咁嘅功效嘅喎。所以我就推介大家去買呢個香薰機啦。咁但係點解市面上咁多香薰機，點解要呢個香薰機咧？係咪？咁啊，呢個香薰機佢有 LED 燈啦，睇到佢有呢個 LED 燈嘅效果啦。咁同埋同埋嘅就係佢防漏啦，佢防漏做得好啦，就係呢、這個吸住咧，咁就唔怕漏啦。因為我試過咧冇吸住個嘢，跟住咧啲水咁飆咁樣，跟住就以為佢壞咗，但原來其實係我冇吸翻好嘅啫。咁係咯，咁呢個產品喺邊度買咧？呢個產品咧就係阿布泰嗰度買嘅，阿布泰嗰度。佢中文咧就係阿布泰國生活百貨嗰度買嘅。係啦，佢好同埋咧，因為我買嗰陣時候咧，佢係有個表咧，係 show 曬嗰啲功能，即係每種精油有唔同嘅功能，同埋咧有 combine， 即係佢有唔同嘅 combination 啦，就可以有唔同嘅效果同埋香味咁樣咯，係啦。所以呢個就是我今天的好物分享。